金门迎城隍活动今天下午开跑，接下来一个月都会有相关的活动，而且呢，今年还有 Q 版的城隍爷和范谢将军公仔等着和民众近距离接触。民众抢着冲上前和 Q 版神像公仔合照。三月封妈祖，四月迎城隍，为期一个月的金门宗教文化观光季，二十号举办了盛大的开幕典礼。我们今年呢特别啊推出了城隍公仔，欢迎大家一起来拥抱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得到城隍的保护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。快乐！已经有333年历史的迎城隍越办越精彩，除了喜事团表演，还有小朋友在肚皮上画上脸谱，演出镇元和打花草，民众还可以体验敲锣打鼓、城隍镇头教学等活动。小朋友戴上小小的城隍帽，兴奋地拍照留念。像民俗技艺等等，我都觉得是非常有特色。然后对于喜欢说，看看这边的历史古迹，然后带一些他们这边的人文风情的话，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值得来探看。5月21号，农历4月12号就是城隍爷的生日，整个庆祝活动也会达到最高潮。金城镇的城隍将绕境巡安，县长李沃士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帮城隍爷庆生。联合报陈向新金门报道。